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辽哥我们找工厂做的一个低阻力的一个 bedding 啊，低阻力的一个轮组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顺滑程度怎么样啊。这是一个Brompton 的 P line 啊 ，P line 找我们来改装的一款低阻力，来谈一下，我们一起来数啊。来，我转两圈啊。看看能转多久，看这个阻力怎么样。我刚才是转了两圈，转个一分多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很顺啊，很顺滑，前后都有啊，前后非常顺啊。这个是它里面 HUP 那个拨片是带磁铁的，这是中坑的 P line 带磁铁的，所以非常轻，非常的顺。啊，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是没有带磁铁的。好，基本上停了，基本上转个一分多钟啊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个现场录制的。 OK， 停了啊，大概是一分40秒这样。来看一下，这是它原来这一款呢，它是里面是不带磁铁的，看一下，它是三个牙的啊，三个牙，我们这一款也是三个牙，它是带磁铁啊，哦，四个牙 sorry， 我们这一款是里面是四个牙带 magnet 的，它因为它的顺滑度也和它那个里面的 magnet 有关系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一个紫色的也是可以啊，这也是我们的辽哥的啊。好，那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，里面那个也要打开才可以，看一下啊，它这个是带磁铁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第一个呢是它的 bedding， 第二个是它的这个上面是带磁铁的，声音也比较好听，它也不会说啊，因为生锈了啊什么的，它会卡不到牙，它不存在这个问题的，声音也好听，然后这里面齿轮也比较多，所以它的 bedding 是四 bedding 啊，四个 bedding， 然后里面有磁铁，有低阻力的轴承啊，低阻力轴承，所以大家都看到了啊，非常棒的一款。OK， 谢谢分享给大家。改装完毕了啊，改装完毕，非常轻。外七速，重点就是用了我们的辽哥低阻力，我们辽哥低阻力的一个焊啊，非常阻力非常低的一个焊，原装装控 T line 的是四速，我们现在改了七速，非常棒了。